期间，封兵期间就可以交装了。放上需要交装的运封皮，放夹钳夹在上面这里，然后放上。线明胶，安宽结线。明胶结束后就可以进入胶方。放上。五秒结束后，就是说，这还有一个是压槽功能，先摁集体键退出设定模式，然后摁功能键翻菜单，翻到加紧。然后摁 OK 键，然后你要夹就轻 OK 确认就行。这样就可以替代压槽机了。